娱乐总监可是空缺很久了，您心里有合适的人选吗？Andrew。 刚才您说什么？啊，我说娱乐总监的人选。Lily 怎么样？Lily， 不合适吧？娱乐部四个编辑，他既不是最出色的，也不是资历最深的。说实话，论写作、论人员、论团队精神，他都是最差的。当年要不是上面走了门路，根本就不可能被招进来。 那你的人选是？夏枫。第一是有才华，文学硕士，文笔很漂亮，很多客户都喜欢她的软文。第二，敬业，不挑三拣四，有的时候其他部门找她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她也乐意配合。第三是，她是个很好的 team leader， 不怕吃苦，效率高，对目标孜孜以求。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干过广告。 知道怎么平衡内容和广告的关系，这个优势可是其他的编辑都不具备的。我会考虑一下。OK， 那我先出去了。 关老师，嘘，陈伟平来了。师兄，彩虹，怎么，又来替关老师挡驾呀？哎，师兄，你看这都是教学重地，我们要不出去说吧？今天关老师也不在。他12点下课，下课之后回来办公室吃饭，我就在这等他。 师兄，容我说一句啊，你看你现在也步入社会了，老大不小了，你应该知道关老师几岁，大你多少吧？你老这么干，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年龄差异并不是爱情的绊脚石。我这样一个30岁的青年才俊，就不能娶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心灵伴侣？Soulmate 可以有，但是爱情嘛，它强求不得呀。怎么着，两个人也得两厢情愿吧？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以为这一捧玫瑰就代表爱情了，就能打动著名的福柯专家关叶教授了？哎呀，我实话告诉你吧，这玫瑰花呀，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符号，一个空洞能指。何彩虹，我知道你口齿伶俐，但追求谁是我的自由，你别站这儿给我添乱。走走走。 现在谁添乱？现在是你给关老师添乱呢，人家关老师想结婚，早就结了，轮得着你吗？哎呀，行了行了，趁着戏里没散会，你赶紧走吧，一会儿老师都出来了，看你这样会尴尬的。行了，你快走吧，啊！走开！何老师，你没事吧？喂，你怎么可以打女生？你管得着吗？ 你先坐下吧。要不要看医生啊？
没事，我坐一下就好了。扶一下吧。没破相吧？没有，但是肿了一大块，赶紧敷吧，这样会好得快一些。幸好没结婚，要不然戏里还以为是家暴呢。那你先休息一下吧，我下午有课，刚刚一直在准备备课，大概一小时的时间，不会打扰你的。那你的备课资料呢？在脑袋里。那怎么备课啊？面壁。啊？对着墙壁发呆。慢慢备课，我不打扰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位年轻男子相对无语，久而不倦。彩虹啊彩虹，你也开始犯花痴了。都快晚饭了，你中饭还没吃呢，我帮你热过了。谢谢。哎，季老师，你那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啊？哦，今天是星期四，为了提高效率，我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做五份，一天拿一份。哦，大厨就是不一样。哎，季老师，我有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想问问你。请问。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笑啊？不是不笑，是很少笑。那你不笑的时候，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开心不开心，为什么要让人知道？哎，那你一天笑几次？我三年笑一次。我的鸡腿还没动过，要不尝一下？嗯，好吧。嗯，好吃。哎，你别看它无色无香的，味道一级棒。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腿。不过季老师啊，你那个叫什么？西门吹雪套餐，就是颜色太惨淡了点。我觉得吧，你应该再加点别的颜色，这样才是色香味俱全，是不是？哎，正好，你看啊，我妈做的红烧鱼，色香味俱全吧？来，给你夹一块。谢谢。你快尝一下。好吃，季老师，过了地道就是我家了，你不用送了，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别客气。士官老师对今天的事感到抱歉，又不能离开，他让我务必送你到家。哎，季老师，你在家是老大吧？你怎么知道？瞻前顾后，三思而行。那你一定是独生女吧？嗯，你怎么知道？横冲直撞，独来独往。哎，大叔，今天还没有收工啊？看你们两位是很般配的啊。不是啊，大叔。他哎呀，你要相信我，早晚的事。
大叔，你看起来身体挺健康的，这个城市这么大，或许可以找个工作干活吧。小伙子，你是拐个弯过来说我懒惰吗？哎呦，我不是懒惰，我是持证上岗的街头表演艺术家。那好，大叔，祝您愉快。大叔，明天见。谢谢谢谢。系的美女助教，而是对着这位街头表演艺术家真诚地笑了，犯得着吗？季老师，你对我都不多瞧一眼，犯得着把这倾国倾城的笑留给一位陌生人吗？想不到季老师居然对街头艺术家这么有兴趣啊。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关老师有关老师的故事，陈伟平有陈伟平的故事，你也有你的故事，我们尽量不要妨碍人家讲自己的故事，也不要把自己的故事强迫说给人家听。好有哲理呀，想不到一件小事都能升华到人生的哲学。今天谢谢你送我回家，季老师再见。嗯，明天见。爸。哎，爸。嗯，这是葬礼的具体安排，还有客人名单。您看一下，全部都弄好了。好。爸，另外桌子的事让我来吧，我会写一份致辞的。葬礼致辞，我已经让东林去写了。东林，你的稿子呢？哦，爸，我还没准备好，不如就让东女主持吧。又不是总统就职演说，五分钟的讲话内容你写不出来？你是长子，你不主持谁主持啊？爸，东林那么伤心，我怕葬礼那天他 hold 不住，还是让我来吧。你哥难过你就不难过？虽然不是你的亲妈，也照顾你十几年呢，你的感情都跑到哪儿去了？他要不是赶着去参加你那个什么度假村的开幕式，他的车也不至于翻下悬崖。爸，怎么冤枉你了吗？一通电话，心急火燎的要你妈去救场，她冒着倾盆大雨就去了，司机都没有带，那种破山区不知道雨天路滑的危险。你那个开幕式推迟一天不行吗？你的眼里就只有什么？就只有生意吗？爸，冬雨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护着他，他未必当你是大哥。爸，冬雨才刚回国不久，他肯定一心想把项目搞好。项目？冬雨，你那项目花了多少？又挣了多少？说来听听。
成这样了呀？啊？怎么回事？走，来，起来，老公，一二三，来。哎呀，起。嗯。来，起来。哎呦，看你醉成这样，值得吗？不记得上次那个广告总监了，喝酒喝的都吐血了。值得。十几杯酒下肚，广告就到手了。亲，我跟你说啊，龙生集团的郑总，为了让他把他旗下的服装、化妆品的广告投到我们这里来，我可是舍命陪君子，宁可喂烂上几个动物，我也要把他给拿下。谁让你舍命陪君子啊？你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喝成这样，下回不准这么喝了，我不许你喝。不喝行吗？我下封在江州，要钱没钱，要朋友没朋友，要亲戚没亲戚，要靠山没有靠山，我只有靠我这一双手去奋斗。现在我们有了多多，一家子人的未来都在我身上。夏风，嗯，恭喜啊，这么快就签了200万大单。200万啊，我连你五分之一都没有。只是口头答应，还没最后签呢。这煮熟的鸭子不也有飞掉的吗？不会，兄弟，我很有挫败感。怎么样，交点经验，哪来的人脉啊？啊，一句话，要逮就逮个大的啊。道理我是懂，不过把别人的钱塞到自己的口袋难啊。不着急，慢慢来啊。怎么不着急？哎，刚刚开会，总监那个脸色还不明显吗？希望我们这些拉不到广告的人准备走人吧。那是吓你的，但也可以理解啊，我们有压力，他压力更大嘛。也是啊。尼克，夏风。哎，尼克，明天中午有时间吗？有啊，有事吗？安就是想请你吃个午饭，啊？明天中午12点，厄尔尼餐厅 VIP 包房，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当然可以。那明天见喽。好，谢谢。丽丽，啊，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丽丽，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龙森的郑总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你姑妈的老同学，还有生意上的老伙伴。采访上有说的，龙森每一年都会在各大时尚杂志投很多广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在我们这边投。我想跟他聊一聊，看他可不可以把一部分的广告投到我们这边。这边姑妈可以帮我牵线吗？陈爽，拉广告是你的工作，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干吧？在商言商，现在都在说资源置换，哪里是搭个线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这么轻易答应。那还来找我干什么？
今天尼寇专程到这边通知夏风，说安卓要单独跟他吃饭。我琢磨了一下，看样子这个娱乐总监的位置要给他了，多不公平啊！怎么样，如果我有办法，你就帮我搞定龙森。 郭大编，今天怎么有时间亲自来视察我的工作呀？哎呀，顺道路过，怎么样，留在母校爽吧？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你给占了，爽肯定是爽啦，但是咱们做惯了学生吧，现在要做老师，角色转换是挺费劲的。哎呀，别这么闷头用功，现在网上有好多那种教学 APP 的，你让东林给你下一个，很管用的。APP 哪管用呀？ 得真的肚子里有货才管用呢。这说到东林啊，我听说他妈妈去世了。嗯，车祸，还挺意外的。嗯，那这次会你去吗？去啊，我也想去，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呗。你还用说什么呀？你也是他的校友，你到时一块去不就行了？你倒是上街买菜呢，这苏家是大户人家。 追思会都是高规格的，这要没有请帖，门都进不去。哎，东林说明天好像要来学校跟校园网有一个什么会议，我到时候问问他，给你要一张请帖。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这样显得我有诚意一些。行，哎，到点了，咱吃饭去，走吧。哎，季老师。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发小兼大学同学郭丽丽，现在在时尚杂志做编辑。这位是季黄，我的同事兼大学指导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季老师，我那个资料查的差不多了，晚点我再给你送过去。行。走了，拜拜，季老师。OK， 再见。 别笑话我了，脸红什么呢？没有，刚才我在那了。你别再往那里了，太累了。别说了，你快想想中午吃什么吧。嗯，我想一下吧。在哪儿啊？去对面吧。嗯。哦，乖。这是一顿午饭而已，不用这么正式吧？午饭，老总请吃饭，那就相当于面试啊。所以回家之前，我特地去理了一个头发。嗯，怎么样？帅爆了。我爸爸。啊。哎呦，小心点啊。嗯，来，爸爸抱啊。好。哎呦，真可爱，可小鼻子。只是那个 Andrew 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傲慢，轻易不张口，一张口就开人。你觉得他找我会有什么事啊？嗯，那肯定不是坏事儿，要不然的话还能请你吃饭。其实我也找妹给探了一下口风。嗯，哎，最近娱乐部倒是有个总监的位置空缺。那从广告部销售到娱乐总监，两级跳啊，好事儿啊！是啊，我也觉得这干广告不是我的强项啊。 虽然我也进了力，但只要我进了娱乐部，这用不了几年，总编的位置我肯定可以坐上。嗯，老公，以你的才气，总编之位非你莫属。嗯。
登临。哦。丽丽说有点事想要找你。啊？找我？什么事儿？登临，阿姨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也挺难过的。你要节哀，保重身体啊。好，谢谢啊。嗯，我能去参加阿姨的葬礼吗？我之前采访过阿姨，她听说我们是朋友，对我特别热情，特别亲切，还请我吃过饭呢。哦，当然可以。嗯，对了，你的好朋友 Andrew 现在是我的大 boss， 有空能跟他提提我吗？好吧，那我试试。嗯。啊，也不早了，你们聊，我回去找我老板了。记得啊，东林。拜拜，拜拜，拜拜。哎，你这次还是帮帮他吧。我帮他？嗯，我有病啊！你真的以为他过来找我是为了这个事儿啊？你这脑子怎么这么简单呀、啊？他会无时不动三宝殿吗？你懂不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啊，哄了一夜的孩子。我去冲咖啡。你要不要一杯？啊，劳烦了。哎，来。啊，谢谢。太困的话就打个盹吧，我帮你看着。有事情我叫你。哎，不用，我能挺住。行。VIP 房 ，VIP 房是吗？是。他们说客人没来，取消了。啊？啊，尼克，非常对不起，午餐没有赶上，我家里出了一点急事，给耽误了。你看可不可以改个时间啊？不用了。啊，请问一下，你知道 Andrew 找我有什么事吗？了解一下员工，晚上有会，我先挂了。啊，好，谢谢啊。这些年来呢，是这样子过渡到我如等。何老师。啊。又代课。对啊，李老师说去上海出差了，有一个什么国际研讨会。系里说让我帮忙带几节现代文学史。哦，大课。有多大？阶梯教室，大概100多个学生吧。我就在旁边教课，之前常常看到李老师。拿着。干嘛？握住他手就不会抖。
真的不逗了。那借我一下。等等，还有一件事。刚开始讲课的时候，不要直接进入正题，你会紧张的。抬头挺胸，你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只有他们怕你，不是你怕他们。嗯，季老师，你真说的地海神针。那我去了。在讲课之前，我想和你们先聊一聊你们最关心的期中考试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请说。请问是开卷还是闭卷啊？全部闭卷。老师，你能讲讲复习的范围吗？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历史背景主要思潮，代表作家和作品分析。心灵伴侣是民国作家爱情观的重要元素，所以徐志摩说，我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柏拉图会影片，阿里斯托芬认为人类本来有两张脸，四只手，四条腿，但人的力量太大，让天神感到害怕，于是决定把人一劈两半，迫使他们穷尽一生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以达到完美如初。也许这就是灵魂伴侣的神话源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这是张爱玲散文中的灵魂之爱。Deja vu， 中文译作似曾相识。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的一种潜意识幻想，一种被压抑的期盼。一旦你遇到了与他相似的真人真事，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会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其实难就难在开头，毕竟现代文学本来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你看，说你行你就行。嗯，还是要谢谢师叔的帮助。应该的。哎，对了，季老师，你住哪儿啊？是租房子吗？哦，我住在刚出国交流的熊教授的公寓里。真的？嗯。听说熊教授家特别有品味。是惠南路小区那个吗？对啊。据说那个是文保建筑，地段不错，离学校也近，而且市价可贵了呢。是吗？嗯。我只付了一点租金，其他是学校补贴的。哎，我什么时候也能住上啊？其实也不是我想住了，就是我妈，她想住市区大房子。嗯，努力点，会的。看看你，我们也没差几岁，怎么学术距离差那么远呢？哎，对了，季老师还没跟你说呢，上次你帮我改的那篇论文，就是张爱玲那篇，学报已经接收，核心期刊。嗯，恭喜你啊！再继续努力，多写几篇，到时候人才公寓就向你招手了。你也要继续努力，多写几篇就可以住进博导楼了，那可真是厉害啊！对了，这几天我在查那个期刊的资料，然后帮你复印了一些结构主义的。
谢谢。也不能总是你帮我嘛，要双向输出。金老师，为了感谢你今天的大力支持，能不能赏个光，请你吃小龙虾？你不会真的不给未来的何教授这个面子吧？上车。娱乐总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Andrew， 这是目前国内与我们有相同竞争力的五种期刊在编排和选题上的对比数据，还有我对我们刊物的未来，特别是面对数字化时代的一些看法。娱乐部四个编辑，你既不是最资深的，也不是最合群的，拿什么证明你比其他人更有实力？我的成绩、报道的角度和深度，以及片子的质量。还想跟您提一下我的新选题，时尚精英专访系列，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卖点的选题。我选择了三位在商界非常有活跃的青年企业家，未婚、型男、成功，而且他们都非常热爱时尚，也投资过影视圈，女朋友或者前女友都是当年的明星，在自媒体上是有大量的女粉丝。我们的专访将带领读者进入到他们的私人空间，揭秘他们的衣食住行，这样的话在方方面面都能够满足女粉丝们的偷窥欲。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跟品牌联动进行广告植入。你认为这些人会愿意向你开放私人空间？他们又不差钱。会的，我会说服他们。如果你的稿件能够极大的吸引读者，同时又能带动杂志的广告号召力的话，我会考虑你的升职。升职很重要，不过我要的不止这些。相信你也看出来了，我跟 Maggie 在办刊理念上有非常大的不同。Taurus 近几年在行业内的地位一直在下滑，总编要负主要的责任。口气好大，丽丽。你是 Maggie 的下级，你不需要有自己的帮刊理念，你只需要执行 Maggie 的帮刊理念就行了。此外， Maggie 为 Taurus 工作七年，她曾经也有辉煌的时刻。杂志的未来和总编的退休生活，原来您更关注后者。我都关心，而你似乎更应该关心一下你的才华是不是能承得起你的野心？你可以走了。Nicole， 进来一下。这个选题给 Maggie 看一下。告诉他我比较感兴趣。好。莉莉，来一下。啊。哦。糟了。Andrew 来了之后，好像你对我的办刊宗旨突然有了很多想法。Maggie， 您别误会，我只是
如实地提出了我的见解。我警告你，莉莉，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玩这种把戏。有这个时间，不如踏踏实实写几篇文字通顺的稿子，等着机会来找你。我没有啊，我这也都是为了杂志好。为杂志好？我一直把感情在心里封存，怕你要的幸福我不能胜任，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别陷太深，可偏偏一次次追问记忆越加深，这是一场人情内心的旅程，看着你的眼神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值得你奋不顾身，爱是我拥有的最好身份，无需旁人过问，他会给我最安全的后盾，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不必独自沉沦，因为爱有太多的可能，是否是对的人让时间来验证，哪怕没有结果，至少我们还有过程。幸福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不必独自沉沦，因为爱没有什么不可能。幸福孤独都将变成倾听我们的心跳声。